的招待好大哥顾老板。老兄，您在我们这儿的一切事务，全由欧阳小姐安排，给您的是全方位接待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？咋办都行，咋办都行啊！好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顾老板，咱们明天再碰个头。急什么呢？今天晚上你们俩先好好谈谈。姿势非常好，好，再换一种姿势。哎，好，别动。哎，对，小天鹅酒吧很可能是他们的重要据点，那个莲花宾馆舞厅的守门人是他们的重要头目。对，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当初根据毛国祥案件让你进入莲花宾馆，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。是的，郭队长让我转告你，这伙人隐蔽很深，现在不宜打草惊蛇。这伙人贩卖黄色录像带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发财。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至于后面还有没有更重要的角色，必须做进一步的侦查。我看这座破旧的小楼只不过是他们的临时放映点，不是货仓。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摸清他们的货仓在哪里？对。要不要打个电话？再等一会儿。技术不错嘛啊！看你的。老板，电话。啊，来了。今天啊，我非得赢你。今天不行，今天输了。喂，对，是我。什么？价格已经谈妥了？太好了，欧阳小姐，真有你的。什么？明天就要提货？啊哈哈，欧阳小姐，请你转告东北客，让他听候我们的安排。你可以先陪他玩两天嘛。好，行了。老顾，东北客可是个新客户。你的意思？干嘛这么急着提货？有什么感觉？我也说不清楚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医生，我的病要紧吗？要看治疗情况。起来吧。三次是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再见啊，医生，我得的是不是癌症？哦，不，是炎症，不过比较严重。你以后不能和男人再发生性关系了，知道吗？至少在这个病没好之前。记住，每天吃药，每天打针。谢谢医生。蔡主任，他得什么病啊？
梅毒，就是性病。嗯，梅毒已经灭绝几十年了，想不到又在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身上出现了。那你怎么不告诉她呢？怕她心理压力太大，不敢来治疗。